那三妹儿她跟你说什么呢？没说什么，妈呢？瞎聊。你是瞎聊，人家可是有目的的聊。您瞧你这人，你怎么老把人往坏处上想啊？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这些日子，他有意无意的老跟我打听你的事儿，我不能不多想。他打听我什么呀？打听你跟海丽的关系呗。我告诉他你跟他离了，哎呦，你看他可来了劲了，瞧他对你那热乎劲儿，哼，看着都吓。妈，他一人也不容易啊。他那老公一走就四年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他得往家寄钱。那家里老的老小的小都指着他过日子呢，他要不学会为人处事，他在这能一干干好几年吗？他指着什么活着呀？他家有孩子啊，那好，有人拴着他，他不至于飞上天。郑源，我告诉你啊，甭说他有家有业，他就是黄花大闺女，咱都不能要他。你虽然结过婚，啊，你城里有户口，你北京城里有产业，他有什么呀？他不是就一乡下上这儿打工的吗？哎，你前妻大学毕业生，他连中学都没毕业，这样的人也配进咱老汤家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越活越问下出溜。您这说什么呢？这都是，人家才三十。就算我动那心思，人家得看得上我呀。郑源，我告诉你，你别给我动那心思。不是，我动什么心思了呀？老师，老师，哎，买菜去啊？买去。哎，鸡蛋便宜了。哦，前两天你怎么没来呀？哎，大闺女开了个店，过去忙活几天，这不刚回来。看来你那女儿比我儿子有出息。我儿子他们单位不景气，在家吃低保，就知道发牢骚。前些日子说孩子上学也远，那三口人都上我那儿吃去了。他们回来也给您做个伴儿。做什么伴儿啊？剥削我来了，三张嘴，一分钱伙食费都不给，一天还一个早，看完电视也不关。你说谁花的钱？那还不是我花的钱吗？嗨，一家子分那么清楚干嘛？我倒不是分得清，我就是替他们着急呀。你说年轻轻的怎么不求上进呢？听说这个做鱼缸花钱能挣钱，我花钱买材料让你做，哎，一会儿又说晒着了，一会儿又说累了，你说交活的日子马上就到，他不着急，我连夜帮着他赶呐。哎呀，皇上不急，把我这太监给急死了。就是从古至今都是从上往下疼，小的再疼老的也比不过老的疼小的。那是，所以说呀，儿女靠不住，人再老也得挣着自己过。我跟他们说了，不能跟我这久住啊，我还要找老伴儿过自己的日子呢。你就这么说的？孩子跟我急了，说我对不起他妈，差点把家给我砸了，我把他们轰出去了。这回好了，家里清静了。老耿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怎么是我的不对？你要是能容下他们，那我把他们再请回来。怎么把我给扯进去了？我要娶你。你别胡想。你好好的把那个人跟我再掂量掂量，看谁对你实在啊。老耿，你别瞎说啊。不是，你在科大多长时间了？带带娃娃的有俩月了。那先拍个片吧。哎，大夫，这什么病啊？那得先看片再说。啊。行，我明白了，那个病人的情况我完全掌握了啊。哎，就这样啊，就这样。怎么了？完了？我胸透还没做呢。
那赶紧去透去啊。我看见那老头在 X 光室门口呢。哪个老头啊？那个。他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就看他脸色不好，他在那儿一直咳嗽。好好，你别哭了啊，你该检查检查，好不好？我帮你去看看他，啊。关叔，明勇，你跟我来来。您认识我啊？我不认识你，我认识石小鱼。啊，走。哎，啊，那谁，那小鱼病了？哦，他没病，他们单位在那儿体检呢。哦。啊。哎，李医生，来进来吧。哎。关叔，没关系，别紧张啊。关叔，起来吧。这片子看不太清楚。我建议你还是再做个 CT 吧。对对，那样效果会更明朗一些。对对对，行，哎，关叔没事啊，我们再做个 CT， 进一步再检查一下。哎，这个有点看的不是特别清楚。啊，把衣服穿上吧，走。直走，给档。右拐上边道。哎，厂子的利润怎么样？还那样。嗨，我这人有钱爱钱，没钱呢就爱气节。没看出来吧？咱就是一个平庸的人，所以呢，我就到处讲。适当的平庸呢，会使一个人心智健康，终生快乐，这也是最基本的保障。你说对不对？特别对。看着看着，好啊。明天我准备把那儿也盖上。谁不要的话我加个小豆乳。怎么样，挺好吧？对，这毛怎么少了？没长全吧？没有。来，你来喂两口。这叫友友，这个叫娜娜。过来过来过来，涨价了，该涨了多少啊？五折钱。哟，要照这么涨下去，这生意可不好做。一斤，二斤，妈妈，妈，啊，你这是成。
坑什么呢？您这不是信不过人三妹吗？我不是信不过他，我信不过那卖肉的，怕他看他是女的欺负的。你瞅瞅，你瞅瞅，你看差多少？你看，半斤多，你看是不是？你这看什么呢？这不慢五斤还多一两呢。你瞅瞅，哎呦，眼睛不行了。你看这眼睛不带镜子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哎呦，眼神是不行了。三妹儿，啊，来把肉洗洗。哎。哎呦，来了！这是我们正远汤包店最新推出的免费白糖里头汤，喝吧！哎，好嘞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哥，来来来，这也是免费的，尝一下吧。来，尝尝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哎呦，哥俩，哎，这泡菜免费的，哎，不够还有啊。好，老汤，老汤，行啊，您真是一天生做生意材料。哎呦，妈。这不是有贵人相助吗？哎，你们大家伙都是我贵人啊！三妹儿，吃吃，干活去。刚好呢，有人特困，你知道吗？结果呢，哎呦，挤呀，挤的那个是吧？他那个服装，从 X 光片上看不好，但是呢，还得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。下个星期我约个时间，叫他做个 CT。这结果还没出来呢，你哭什么？我感觉不太好。感觉有什么用啊？那光要你那感觉，那我这医学怎么办？行了行了啊！哎呀，你们女人啊，就是这样，杀了他吧，他哭；这救了他吧，他还哭。你要是觉得自己心里不舒服，那你就去看看他，我陪你去啊，怎么样？我不去，我才不去呢。你能不能不跟自己较这个劲？你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感情去做事情？我对他根本就没感情。哟哟哟，你对他没感情，你对他没感情，你见到他你哭啊？行了啊，别欺骗自己了啊，走。爸，我说了，我不听了。爸，哎呦，哎呦，还挺沉啊。走喽。给我。都这么大人了，你说我怎么跟你说的？啊？哎，笑一笑。哎，快快快，快进来看着呢。到里头，到里头，我来啊，我来，你快进去吧，甭客气。哦对，哎，我来了。你吃点水果啊，吃点水果。没跟你妈说吧？没有。哎，那什么，哎，那啥啊，哎，咱先不告诉他，嗯。关叔，哎，输完液以后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，好多了，轻松多了。千万别着急上火，这个病啊需要慢慢调养。行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下星期三呢，我在医院门口，早上八点我在那儿等你。啊，行行，那啥，空腹不？空腹，一定要空腹。行，吃点呗。好，你吃，来来吃这。哎，关叔，哎，你这没烟了吧？呦呦，我不抽烟，家里也没备着。那行，我这也没有，到外边买一盒。哎，没事，我在这抽烟影响他。没事，啊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哎，老关叔，哎，哎，
想过我哥我姐吗？想过，我前前后后都仔仔细细想过了，我对不起他们。这一家人当中，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你。我没有尽过一点责任，没有给过你一点父爱，你恨我。是对的，爱也是对的。只有经过了生死的人，才能把感情看透。我知道，我这个病不好。我是怕你们没有这个准备。金夏生，金夏生，金夏生，小鱼，小鱼，哎呀，你知道我是瞎说，你还哭什么？今天都进点什么？那个加尔多防冻液和加尔多机油。进多少？防冻液50箱，那个加固15箱，跟护理15箱。行，我去一趟。啊，赶快忙。我又把车给刮了。好吧，好。干嘛笑什么？我是帮过你，我帮你，你也用不着这么感谢我吧？不，你说你这一个月跑我这儿修车修多少次了？是不是？不是，你要嫌我麻烦，要不我到别地儿修去。哎，你去吧。你看看哪个主愿意接你这破差事？我告诉你，也就我吧。吃饭了吗？没有啊。那一会儿咱们出去吃，怎么样？行。我听你这车声音不对，来，把车盖给我打开。快点啊！嗯。大伙，加油！给油啊！给油啊！我给去了。哎呀，我给了。笨死了，笨死了。你聪明是吧？聪明，你生孩子出来看看。
笑什么？我想问你，嗯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真的是挺傻、挺笨的？你不要用快刀子割自己行不行？啊，那太不人道了吧？你呀，哎，昨天晚上我又梦见他们了，硬是把自己给哭醒了。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这儿有你爱吃的东西啊。这儿哪有什么吃的？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呀，陪你去看看你父母去。胡闹吗你这？什么胡闹呀？他们要是不要你，是他们的不对；你要是不去看，他们是你的不对，知道吗？行行行行，你靠边，我下来，我不去，我真的不能去。你靠边，我下。有什么不能去的？我真的不能。亲生的父母还能把你吃了吗？你看你这个人真是。再往前走一点就该拐弯了，对吧？不告诉你。是不是？你不告诉我，我也知道。行行，向右拐，向右拐。哎，真是。你怎么知道这儿的？我怎么知道？你忘了？上次咱们路过这儿，你指给我看了，忘了吧？嗯。看我干嘛？在哪儿啊？里边。来人了，谁呀？拿着，快去吧。您好，伯父好。妈，他们家有什么吃的？快饿死了。有有有，我去。戒烟了，什么时候？戒了4年了。
伯母，您这院真好，又宽敞又素净。是啊，原先呢，那花还多呢。哎呀，就是要天天浇花。老头啊，那次住院没人管他，死了不少呢。是吗？伯父得什么病？他浑身上下没什么好零件，三天两头的住医院。那就您一个人伺候？那可不就是啦。大闺女吧，一大家子人，她有事儿，江湖她心也，几年也不回家。你说不是我伺候老头子，谁能伺候老头子？爸，来吧，再添点儿。啊，我够老吃饱了。再添点儿。来呀，妈！饱了吃特别香。这一小锅饭也就将够我一个人吃，不让他跟我抢。就可着你一个人吃吧啊。嗯。不够啊，妈该再给你做。妈，很久没这么香的吃饭了。你知道吗？我呢，吃我妈做的饭吃惯了，到哪儿呢，总想这个味儿。香。你一个人过日子，是不是天天挨饿呀？反正没这么吃过饭。想吃啊，以后天天来家吃。听到了吧？想吃就来啊，妈再来吧。他要不来呀，你自个儿来啊。想吃什么，告诉我啊。好，我来，我一定来。再给他加点。哎呀，都给我盛上吧。好。都给你盛上。我现在是跟他纠缠不清了，就是那种出坏了吧，想撒又撒不开那种关系。我刚刚证明他是我爸的时候，我刚才就是破罐子破摔，我跟他水火不容。可是你看我表面上那样吧，我心里想去又是另外一个样子。那天我在医院看见他，我就觉得我跟他之间好像有一条深沟，就一下子被填平了。可是你准备让我跨越过去之后，我却一点准备都没有。你呀，这叫自寻烦恼。他是你爸，你是他女儿，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啊？我是想跟他来往的亲密一些，可是我不好意思，我不想让我自己心里这份感情突然冒出来，我控制不了它。你说我这段，先是爱情，然后是亲情，反正我就是被感情这东西给好好上了一课。其实我现在我也明白了，当一个人准备去爱另外一个人的时候，真的有很多很多东西需要去学习。没错，你能这么想，我非常非常的高兴。啊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嗯，这个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。改变自己虽然有那么一丁点的难度，但这才是接近于真理的好的态度。拽什么呀你？行了行了，别哭了啊，别哭起来没完了。嗯，大头，哎，再上两扎。别要了，咱们今儿喝不少了。我就要喝，我喝晕了，我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出来，说给你听。现在这话不中用，太少言寡水了。我可不想听酒话。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怎么个好法？诚实、正直，乐于助人，有爱心。假吧？这太假了。不是，你告诉我，你喝了多少假酒？我不招女人喜欢，我知道。
为什么？我没有个人生活，我的个人生活呢，我集体形式，谁有困难了，找我帮忙，我肯定帮。谁缺钱了找我借，我肯定也借他，你受得了吗？那得看我对你的感情在什么程度上。那你说，什么程度？我是比喻。知道吧？我喜欢你的程度，已经超出了喜欢的范围了。真的。你能不能不就着酒谈情说爱呀？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人特像个傻瓜？那我得把大灯打开看看才能知道。我这几天呢，我一直在琢磨你，想了你的好，也想了你的不好。你这人吧，本性很好，也有很真实的情感。你和人相处呢，不是想去依赖谁，你是想要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是吧？我说的不对，啊？还是你不想搭理我？这人跟人交往的时候，刚开始都夸大对方身上的优点，等冷静下来以后，就夸大对方身上的缺点。我觉得你还是对我客观点好。你这不是等于跟一个瞎子谈他怎么保护眼睛吗？这合适吗？嗯，我现在喜欢你，已经喜欢到了两眼一摸黑的程度。你说你让我怎么客观？我客观得了吗？你酒醒了就客观了。行。你脑袋里啊有牙，一天一天的啃你自己。你要相信科学，科学是什么？科学就是真理。你一天到晚老瞎想，那些坏结果都是你想出来的。那你意思就是说老头得的不是那个病？诊断病情要靠排除法，一项一项的排除才知道结果。再高明的医生都得是这样，你有点耐心好吗？你不会对我们隐瞒他的病情吧？你们是谁啊？你们就是我们。他是谁？他是我爸。我能对我爸隐瞒病情？哎，手欠是吧？又打我。哎，让你打，哎，往哪儿跑？哎，你这手欠是啊？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这你这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？这男人的头不能打。你松开吧，你把我手弄断了。弄断了怕什么？我是大夫，再给你接呢。好了好了，算了，人家都看着呢，别闹了，快松开。幸福啊，需要别人分享，有人看我才高兴的。我叫你打我，我叫你分享，你叫你分享，我就踢你了。找谁？啊？哎。我不找谁啊，我们。那按什么门铃？哦，哎，对不起，我们没看见，你知道。不嫌弃的按，有你们这样的吗？对不起，是是是，我们不是故意的。错了，错了，我们错了，我们错了啊！哎，站住，站住！哎呀！站住！你干嘛？你我以为你丢了。谁丢了？来。干嘛？你也没酒后开车，我又不是警察，你这么盯着我干嘛？知道吗？我现在想拥抱你的欲望已经到了99%。你老老实实待着，待着。
我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礼物，全都送给你算了。哼。行，不过这么大的宠物恐怕上不着牌照。骂我是狗是吧？好，狗就是狗，反正我是跟定你了。你跟着我干嘛呀？喜欢你啊。喜欢我什么呀？喜欢你破罐子破摔的气概。谁破罐子破摔了？你相信爱情吗？相信，我相信爱情，就算有100个挫折，我也相信这世界上有美丽的爱情，真的。不过我可能没缘分遇上吧。你一定要坚持你对爱情的看法，这也是你最吸引我的地方。刺儿头？谁刺儿头？就这么定了。谁刺儿头？你才刺儿头呢。哎。咱能不能不光我给我涮肠油了？我这肚子咕呱早都叫唤了。嗯，做这么香的面，这简直是撑死人不偿命，知道吗？那你不会不吃吗？哎，你还说晚了，以后啊，你得经常给我做点。做几顿？几顿？天天做，直到我寿终正寝。怎么了？你让我把舌头咬了。我看我看，你看看你，你急什么？哎呀，我发现我有点离不开你。赶快想我缺点，赶紧想我缺点。连你的缺点加在一起，正好是我的100分。怎么了？没事儿。我想起我原来的日子。嗨呀，别让过去的日子来决定你是谁，你呢，应该让它成为你将来的一部分好了。哪那么容易啊？你能做到啊？是，做起来比说难。哎，你跟他是什么感情啊？谁呀？郑秀玉。怎么说呢？她是小孩的妈妈，我们在一起呢，生活了十几年。她这个人呢，对我的依赖成了习惯，尽管我们之间早都没有那种夫妻情了。那是什么情？什么情？就是那种亲情加友情一样的东西吧。那你对我呢？不是轰轰烈烈的爱，但可能是最好的爱。可能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敢确定，所以是可能。你是不是爱过好多女人啊？你问这话没意思吧？我想问。行。你根本没有必要追究这个，知道吗？爱情一生中可以重复很多次，但是你和我这一生只能是一次。什么叫重复很多次？
究竟还有多少次？你这个人吧，就是不能听实话。那我离婚那么多年，不谈恋爱，可能吗？